今日市购物节活动开跑两个月，伫咧十五号是发票兑换现金的第一天。今日市政府中庭一透早就出现满满的人潮，大家拢来排队要换现金。今日市政府表示，民众用发票换现金，发票将会转数捐赠予今日市的社福机构。而目前发票登录累计金额已经拍破3亿，活动嘛会延长到10月7日，民众会当持续来登录发票。今日市购物节对7月15日开始到即马两个月，换成300领现金的活动，对15日开始会当摕发票换现金。今日市政府中庭一透早就有侪侪民众到场，其中第一到场的民众为家己含厝内底人，总共换着2500块的现金，已经欢喜伫咧讲，希望每年会当继续办购物节的活动。我4点到现场，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年一年一度的买千送百，我很感谢我们的市长，每年都给我们办这种活动，希望他今年能在高票当选，再让我们继续享有这种满千送百的活动。今年的动线很不错，说实在，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今年排得很好，都没有什么塞车啦，或是大家吵架啦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很好。今日市购物节活动受到分嘉南地区民众热烈支持，目前登录发票的金额已经破3亿。去年抽奖的奖品是价值100万的汽车，今年活动升级抽新豪宅，而且议会支持搁再加码上价值100万的油电修旅车。今日市政府嘛宣布，购物节的活动将会延长到10月7日，民众会当持续消费，订到发票都有机会会当抽到大奖。我们每一天呢都限量有800号的一个兑换。那其中的300号是线上预约，那线上要从哪里预约呢？总共有4个地方，一个就是从我们2022嘉义市购物节的 FB 就可以连入，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的爱嘉义 APP， 第三个就是嘉义市政府的官网，第四个就是嘉义市政府建设处的官网，都可以直接连进去，就可以线上来预约咯，就不用线上来等。那剩下的500号就是现场来等，大家呢不用急，慢慢来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得到。那除了满千送百，一个人最多可以满5000送500以外，最多还可以领5份哦。所以呢，你还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，如果因为上班不能够来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呢拿着他们的身份证跟证件呢，来协助他们把他们的发票带过来，来协助代领。祝福大家呢，在这一次的满千送百都能够消费赚大钱哦。今日市即届满千送百领现金的活动，涉及今日市的市民会当摕对9月1日开始伫咧今日市店家消费所开的发票，累积满1000块会当领到100块的现金。每一个人上座会当累积5000块的发票，领到500块的现金。活动对9月15日透早9点开始，每天限量发放线顶300份，实体500份的号码牌，总共800份的号码牌。欢迎嘉义市民把握时间到嘉义市政府一楼中庭，早点身份证正本含发票前来兑换。买单透过嘉义市民购开心满千送百领现金的活动网站。进行预约和查询。最新新闻，丁丁孙王秀顺加一起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